各位弟兄大家好，很高兴到中心来教授防身术。你们身为军人，保家卫国是你们的职责，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了基本的防身要领，即使退伍，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们的家人还是女朋友都非常实用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有问题，请说。教官，你是不是之前在踢跆拳道？你怎么知道我会跆拳道？我在举光园地有看到你示范啊。我确实从小就学习跆拳道，而跆拳道也是我的主修项目。啊，你是不是有拿奥运金牌啊？叶亚彤，我是叫你来上课的，不是请你来开记者会，你不要废话那么多哦。班长，没关系，有问题就踊跃发问。这位弟兄既然对防身术这么热衷，是不是可以先请你为各位弟兄示范一下？各位弟兄，请坐下。请你先到我的左手边。首先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胸部被抓正卧破解法。假设这位弟兄是歹徒，请你先用右拳攻击我的胸口。这个时候伸出右手扣住拳背，同时伸出左手握住手腕，顺势进左脚，同时翻腕压制。讲清楚了吗？好，现在再为各位示范一次，请出拳。还好吗？你应该拍你的腿，而不是我的腿。乔德熙，现在在上课，你一脸不屑的样子是怎样？专心一点啊！请入列。叶教官，我们现在请另一位弟兄为我们示范。乔可欣，有，就你了。抓他！你有病是不是？教官，对不起。小秀，回去重出来一次。神经病！笑了。出列。是。请站到我的左手边。现在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手腕被抓制服法。假设这位弟兄是歹徒，站在我的正后方，请用你的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腕。这时候，手掌反抓，退左脚，上右手。进右脚，这时候猛抬猛踢。没事吧？教官，你可以扶我起来吗？哎，小德基，你慢点给哦。没事。很好，我们现在来示范连续动作。歹徒，请出手。是吧？没事。请入列。以上为大家示范的两个防身技巧只是基本动作，歹徒也不一定从哪里出手，真正要靠的还是各位的应变能力。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请说。报告教官，我也学过跆拳道，不知道你们荣幸跟你过个两招。没问题啊，请出列。
谢谢。看到大家对防身术这么热衷，教官觉得很高兴。现在就请大家两两一组练习，有任何问题随时向我发问，好不好？好。要玩要到底谁抓谁啊？谁抓谁了？我抓紧。 做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为无尽的生命。注意，防住手腕，进左腿，猛转。做得很好。喂。是，我马上过去。教官，请离开。 班长，哎，那功放是从三五扣哎，重哎，有吗？有，没有，有，没有。杨海生，你到底怎么做的？周斌给我看。周斌给我看。来，你看，你看还没有。杨海生，轻一点嘛，注意安全。是，班长。班长，哎，这，徐轩。 换我，好，换你，换你，好，你先自己转过来。啊！认真点好不好？啊！没事吧，射击？再来一次，来，还是我抓你。来呀、啊！我不要玩了啦！你干嘛？放开了，我又不是你的菜。不行啊，我们现在在练习防身术啦。我、哦、啊！ 你在干什么？认真一点，不要玩。是。